嗯，你们回来了吗？小朋友们，回来了吗？听到我讲话没？喂，小朋友们，啊，听到了啊。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我来录一下啊。好，我们继续讲《回阳救逆记》。然后四逆汤，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吧？四逆汤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所以不再说了啊，不再说。反正就是，这个药是补肾阳的，然后一般是用在就是你感到这个四肢寒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然后李可先生就给他用到这个炙附子用到120克的时候。就让他就用来救命了，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可能用到了，所以呢，那个就普通的保健用就用这个方子的量就足够了。然后它得有个复方，就是四逆加人参汤，四逆加人参汤就是在这个四逆汤里面加了人参，它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的作用，其实就是增补了什么？滋补了他的气，对吧？气阴。然后呢，主治四逆汤证外万件腹泻，腹泻其实就滑脱了，这个腹泻有滑脱的作用。所谓的腹泻，就是好多人到最后，如果轻一点的话，就是老是有寒症，老是会不由自主的什么，就想大便，然后或者拉肚子，总是腹泻。像有些快要不行的人，就是大小便失禁，你这时候加点人参在里面，它有这个益气固脱的作用，它又把这个。这个是固涩的作用，就是不让你滑泻嘛。就是这是回阳救逆四逆汤，然后回阳救急汤。这个回阳救急汤是什么呢？它有回阳固脱、益气生脉的作用。它其实这个效果差不多，主治寒邪直中三阴经，然后真阳衰微症。症见四肢厥冷、神衰欲寐，就是人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精神了，四肢寒冷，人也没什么精神了，然后恶寒全卧、吐泻、腹痛，然后口不渴，甚至寒战，然后指甲、口唇青紫。那时候罗大伦老师不是说嘛，说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人寒症，他的这个指甲已经发青紫色了，那就说明什么？寒入里，这个阴寒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时候就要用回阳救急汤。这回阳救急汤呢，就是用这个以四逆汤，这个、四逆汤你干姜、炙甘草、附子，对吧？四逆汤，或者是人参四逆汤，加了什么呢？加了六君子汤，有。这个白术对吧？那个茯苓、半夏，然后呢，就还加了点什么呢？还加了点肉桂、五味子、麝香。它的麝香是用0.1克，就一点点，然后冲服，要把这个麝香冲服。它加了这个呢，作用就是什么呢？作用就是，首先这个四逆汤我们就不说了，它回阳救逆的。然后呢？这个六君子汤不是什么陈皮、半夏，对吧？炙甘草、茯苓、白术、人参，这里面基本上都有了。这个六君子汤是益气补中的。然后麝香是什么呢？麝香是散寒活血、开窍用的，它这个有开通窍的这个作用。然后它通12经脉，它就等于像什么？像一个炸弹的那个。这个弹头一样，它可以引导的这个药力迅速到达这个全身每一个地方，所以麝香它有这种冲透的作用，它可以带着药力啊散布到你浑身每个地方，所以要用一点点麝香，但麝香不能多，用0.1克冲服就可以了，它是活血开窍的。但是呢，他又怕是什么呢？他这心香走窜的太厉害，所以他再加一点点五味子，它有收敛元气的作用。它配合五味子配合人参呢，更加能够益气生脉，更加能益气生脉。所以这个药就是四逆汤汤加上六君子汤，再加了五味子、麝香、什么生姜组成的。
作用就是回阳固脱，益气生脉。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就是口唇青紫了，然后嘴巴里老是有那个痰，不是痰，就是清沫，就清的这种口水，然后舌淡苔白，脉微沉微无力，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用回阳救急汤，这样是他可以快速的就缓过来。所以方中麝香量不可过大，服后手足温和就可以了，就不要再服了。这是回阳救急汤。然后下面我们看温经散寒剂。温经散寒剂用于寒凝经脉症，症见手足厥寒或者肢体疼痛或发阴举。阴举是由这个阴痰阻隔气血，然后呢这个郁滞经络所致。这个阴举，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举过例子，就是是哪个名医的例子啊，就是那个人在屁股上面长了一个很大的阴举，然后就烂开来，他的是孩子，他孩子背上面长了一个阴举。然后这种阴举就是病变部位慢肿不红，坚硬如石为其特征，就是它很大一块，有的比碗还大，但是呢它并不红肿，然后非常非常的硬，跟我刚才给你们举的那个我朋友那个叫丁毒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那个丁毒是有那个脓冒出来吧，有个红红的东西在外头，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摸上去哎，看颜色差不多，然后呢就慢肿不红，坚硬如石，然后一般呢起病缓慢或伴有全身虚寒的这种症状，常见方为当归四逆汤、黄芪桂枝五物汤、洋河汤。这三种汤都是温经散寒剂，温经散寒剂。我们来看当归四逆汤，这个当归四逆汤我用的特别多，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炙甘草、通草、大枣。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就是有温经散寒、养血通脉的作用，它主治血虚寒厥症。什么叫血虚寒厥症啊？就是手足厥寒，或者腰骨，就屁股腿脚肩膀都疼痛，然后呢口不渴，舌淡苔白，脉沉细或细而微厥。像我很多人，哎呀，就老年人啊，到了冬天手脚疼痛、肩膀疼痛、肩背疼痛，你这时候都可以用当归四逆汤。你看到没，它基本上包含了你身体上嘛，对吧，腰骨腿足肩都有，所以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用当归四逆汤，它就是血虚寒厥，所以它这里面用了当归桂枝都是温阳补血的，芍药也是的，然后细辛呢，细辛是滋补肾阳，是热的，是热药，它细辛只用了三克，我一般开十克，但是开十克之后呢，又有人吃了之后有这种就是热症，我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细辛换成附子，把细辛换成附子也是一样的。然后呢炙甘草六克，通草呢它就是有通络的这个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个药力啊通经脉，它可以把这个热药就是通到你的经脉中，它养血通脉的，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方子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整个方子非常实用，你们只要用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冬天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很多人一到冬天就腰疼腰痛，你给他用这个腿痛腰痛用当归四逆汤都可以。如果肝胆经有寒就加吴茱萸，因为吴茱萸是入肝胆经的，对吧，肝胆经有寒你就加吴茱萸，有呕吐腹痛你就加吴茱萸九克，生姜十二克，这个生姜是止呕的。整个这个药你不加减就光用这个药效果就会非常好了。然后黄芪桂枝五物汤，黄芪桂枝五物汤是什么呢，就是治疗血痹症的，益气温经和血通病，治疗血痹症的，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吧，啊，我们就大概再带一下啊，就是肌肤不仁、麻木不仁、微恶风寒、舌淡，这个脉微涩而紧，都是通血脉的。这个洋河汤，这个洋河汤其实真的，你们一定要知道，如果
就你们一定要知道，如果要是能救人的话，这个就是治大病的。这羊河汤呢，是熟地黄、麻黄、鹿角胶、白芥子、生甘草泡姜，这个要碳化碳制过的。然后呢，用肉桂粉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主治什么，它的功用是温阳补血、散寒通滞。温阳补血、散寒通滞，主治阴举，比如说贴骨举、托举、留柱、弹劾、贺西风。然后呢，患处慢肿无头、皮色不变，这个跟前面那是一样的，慢肿无头、皮色不变、酸痛无热、口中不渴、舌淡苔白、脉沉细火迟。其实它就是一个寒症，但是它治疗这几个病特别可怕。这个贴骨举，贴骨举就是生于环跳处的那个腹骨举，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上次那个人屁股那儿不是烂了一大块吗？那就叫阴举，他烂了一大块在屁股那儿，他这个就是环跳穴，那个叫贴骨举。这个托举，托举是什么呢？就是肢冷麻木，后期这个脚趾头啊就坏死脱落、黑腐溃烂、创口经久不愈。然后主要表现为的这个脉管疾病，好发于青壮年男子或老年人。然后北方比南方多见，因为北方比较寒嘛。相当于这个西医里的什么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或者是什么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这个症我上次讲到这个，在一期班上讲到这个课的时候，然后这个课一结束，然后就有一个学员给我发微信，然后说，老师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那个病症的时候，我真的是哗哗的流泪。因为这个人以前就给我写过信，就是说他爸爸呢因为脚趾头坏死，最后迫不得已截肢了。然后截肢以后他就一直在发烧，所以就一直挂抗生素，挂了好几个月的抗生素，断断续续。挂完抗生素以后回到家，他爸爸就发现了什么，就是有严重的淤血，那个截肢是从膝盖往下就截掉了，然后身体里面的淤血非常非常严重。然后身体就，本来他爸爸的身体还挺好的，是体力劳动者，后来就特别的不好。然后他就是为了他爸爸开始学中医，才看我的公号。然后他给我写信，就问他爸爸当时是有皮肤病怎么治。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一下，因为我有感于他，我一般不网诊，但是我看到他的这个写的真的是很可怜啊，很惨，所以我就教他怎么治皮肤病。后来我一报名，就是我有班开班，他就报了我的名就来学。然后这期间，他就加了我私人的微信，这期间他爸爸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然后就一直在给他治各种治疗。后来他爸爸是这个，他就跟我看到这一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原来我现在才知道我爸爸的那个原来那个病叫什么，就叫托举。他说我爸爸常年呢从事这种体力劳动，人非常辛苦，然后呢冬天他们在天津嘛，他在户外这种劳作时间太长，就是从脚趾头开始坏死脱落开始的。然后他脚趾呢一开始就是像长冻疮一样的，但是呢也不红也不痒，然后就疼痛，慢慢呢就脱落黑溃烂，就这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最后就一点点脚趾头往后烂，烂到最后，然后医生说一定要截肢，要不然整条腿都会烂掉。如果我当时学了中医，吃到羊河汤，我给我爸一开始就是他脚趾头就是那个麻木不能疼痛的时候，我给他用点羊河汤，这个后面的事情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羊河汤，当时我才知道，哎呀，真的，你看很多病啊，它起因其实都非常小，但是因为我们不及时治疗，就会导致真的整改变了一个人所有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他截肢以后，他整个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然后他们家又在六楼，他爸又没有办法上下楼，哎呀，反正就真的很惨。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羊河汤，这个汤，如果以后你们再碰到类似于这样的病症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中药能治，咱中药能治，知道吗？
然后留住，这个留住是什么呢？就发生在肌肉深部的这种转移性多发性脓肿为表现的全身感染性疾病，特点也是慢肿疼痛。它就是你记住啊，这种寒症它都没有什么发红发肿，它皮色都是正常，但就特别疼，然后你摸下去底下是硬的，然后好发于四肢躯干肌肉的这种丰厚的地方，然后并由此处未愈他处又起，相当于西医的脓血症，肌肉深部脓肿，这个叫膈窝啊部脓肿，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个西医的名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们知道，就是但凡是身体有这种慢肿无头的疼痛，一定是由寒引起的。然后痰核就是皮下痰湿流聚而成，然后结成的肿块，也是不红不肿，不硬不痛，用手触摸呢就是像一个软软的一个核桃一样的东西，它会能够移动，这种我倒是见过，很多人都有这种痰核引起的，就是痰湿流聚引起的。然后呢比如说在颈部啊，你颈部那种甲状腺的那种东西，你不疼不痒不红，也没有那个什么在那个发炎的症状什么也没有，对吧？颈部，然后呢项部下颌部，然后四肢肩背都有，还有我还见过有人在肚子上，这个叫做痰核，这个痰核你也可以用羊核汤来治，它是什么？它是温阳的，它可以把这个痰核给你散开，它有散寒通滞的作用。然后这个贺西风是什么？就是关节那个结核性关节炎，就是它那个膝关节特别肿大。你看我们看到仙鹤的那个膝部吧，仙鹤膝部是不是鼓起来的？这个贺西风就是它的膝部肿大特别厉害。然后呢，但是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呢又特别消瘦，就像贺西一样，所以叫做贺西风。病呢是由肾阴亏损，然后寒湿浸于下肢，留住关节，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寒湿浸于这个关节地方导致的，所以它那个关节特别大，但是它肌肉呢又特别萎缩，就像一个鹤一样，所以叫鹤西风。这些疑难杂症，咱中药都能治。来，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它组方就是重用了熟地黄，这个熟地黄呢，它就有味甘性温。它可以入肝经、肾经，然后温补营血，还可以填精补髓。鹿角胶也是性温的，入肝肾经，它可以温补肾阳，也是益精血的。鹿角胶也是益精血，熟地黄也是。然后这个白芥子也是性温的，它可以达到那个皮里膜外，温化这个寒痰。像那个刚才我们讲痰核，这个白芥子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它有通络散结的作用。少量的麻黄是宣通这个肺气的，它可以打开我们的什么开腠理，通毛窍，对吧？可以把这个寒啊给它散出去，可以把这个寒散出去，它用一点点麻黄就把我们的那个毛孔打开。这几个药，然后那个泡姜呢，和这个泡姜，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甘草，然后再加上鹿角胶、熟地黄，它的作用合在一起的作用就是散，就是温里散寒，但是呢又不伤阵，都是温热的，所以整个这个方子合在一起就是温阳补血、散寒通滞用的，治疗这个阴疽。这个原书上面说，治疗阴疽犹如这个温暖和煦，这个中春温暖和煦之气普照大地，驱散阴霾而不阳和，所以叫做阳和汤。你们下次就记得，但凡是这种阴疽，我们中医都能治，而且这种阴疽就是你一旦治好之后，真是防大病啊。你看我那个同学的爸爸多可怜，如果要是一开始你就没有后面那些事儿了。这是阳和汤，然后表里双解剂，表里双解呢就是以解表药配伍清热药，或者是温里的药，或者是泻下的药组成，具有表里同治、内外分解的作用。
然后用以治疗表里同病的方剂统称为表里双解剂。表里双解剂适用于表证未解而又见里证，其实就是什么表证兼里证，对吧？或者本来就有宿疾，然后又添心邪，然后出现表证和里证同时并现的症状。然后表里同病，若单只是解表，里邪不去；若仅治里，然后外邪又不解，所以一定要表里同治，内外分解，然后才能使这个病邪达到表里分消的这个目的。说到底就是表证和里证兼有，所以我们要表里双解。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解表清里剂。这个解表清里剂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热症，适用于表邪未解，但是里热已炽之症。然后症见既有恶寒发热的表症，又有烦躁口渴，或者是热力，或者是气喘、苔黄、脉数等里症，代表方为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黄芩、黄连汤，然后解表清里，它是表症未解，邪热已经入里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身热，比如说发烧、下痢臭秽、大便很臭，然后胸脘烦热、口干作渴或喘而汗出、舌红苔黄、脉数或促。这个一般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感冒后期，比如感冒后期会有这种情况，对吧？感冒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葛根呢，葛根是凉性的，它是入胃经的，它不但可以解肌表的之邪，而且还可以清阳明的腑热。这个所以呢，它不但可以解表，而且还可以解里。这个葛根是微有凉性的，它不但可以解表，还可以解里。然后黄芩黄连都是苦寒清热，对吧？还可以止痢的作用，就是止泻的作用。甘草是缓和调和诸药，所以这个药也是很简单，它就表里都兼治了，主要是清里热，同时呢解表，解表就是靠葛根来解表的，这是清热这个解表清里剂啊。我们再看解表温里剂，温里剂是用于什么？就是寒热了，寒了，对吧？前面那个是热，我们这个是用于寒，是用于外有表症但有里寒之症，症见表寒症之恶寒发热，又有里寒之症，心腹冷痛啊、下痢啊、苔白脉迟等，代表方有五级散。这五级散，五级散就是苍竹、桔梗、止咳、陈皮、芍药、白芷、川芎、当归、甘草、肉桂、茯苓、半夏什么什么。然后呢作用就是这个发表温里、顺气化痰、活血消积。哎呀，这个五级散我也用了很多，这个五级散也是特别有用的一个东西。就五级散你们以前肯定很少听，但是这个它特别有用。什么用呢？它因为它可以散很多级，主治外感风寒、内伤，那个外感风寒、内伤身冷症，然后身热无汗、头痛、身痛，对吧？然后项背拘急、胸满误食、呕吐、腹痛，以及妇女气血不和、心腹疼痛、月经不调等等。所以你如果要是碰到有女生，哎，然后她就是肚子痛，然后呢月经不调，比如说每次来月经之前肚子都会疼，然后你觉得她有寒症，你就能不能给她用五级散？可以啊。然后你比如说由湿气，然后或者是血痰什么造成的，它这个五级指的就是寒、湿、气、血、痰这五级。所以你这五级中的任何一级你有级都可以。我还用它这个治过什么呢？就是我妈妈的好朋友一个阿姨，她就胸闷，她也没什么，她就胸闷喘不上气儿，她有看她那个湿气也不是太重，他就是胸，就是气机不调，胸气急在那个胸腹部。我能不能用五级散？可以用啊，为什么不能用呢？也不一定非要用其他理气的药，我就用五级散。反正它只要你是湿痰血这种急引起的，你都可以用。它就是顺气化痰、活血消积的。
这个方子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组方里面，它用的苍术，它重用了苍术。苍术是燥湿解表，对吧？它配合厚朴啊、陈皮、甘草，就是平胃散。它可以这个苦温燥湿、健脾助运、消除湿疾、消除湿疾。苍术啊，配合这个陈皮、甘草、厚朴什么，消除湿疾。然后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呢，又是二陈汤。这二陈汤是干嘛？消除痰疾的，对吧？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又是二陈汤，它又是消除痰疾的，然后还可以行气、燥湿、化痰、消痰疾。然后这个麻黄、白芷，心温发汗，它可以散寒外出，它可以散寒疾。然后包括干姜、肉桂，它都是温里散寒的，可以消除寒疾。然后当归、芍药、川芎，它是活血化瘀止痛的，它可以消化血疾，可以化血疾。当归、芍药、川芎，它可以活血化瘀止痛，可以消血疾。然后这个桔梗止咳升降气机，这个理气宽胸，善消气疾，还可以化痰处除湿。所以我说那个阿姨她就是气闷喘不上气儿来，我给她用这个行不行啊？完全可以啊。如果你看到有这种痰疾呀，反正实疾什么都能消，只要你觉得它是有疾在里面，你都可以用这个来消。所以这个五级散一定要活血活用。这五级散会用的医生也很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洋河汤啊、五级散啊、当归四逆汤这种，就是其实特别能治我们日常所谓的疑难杂症，这种真的是药到病除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医生都不用了，都不知道他们在用什么药。而且有时候自己那些医生自己拟的方子都二三十味药，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那二三十味药里面它到底是有多少个组方，它是想到什么用什么吗？像这种五级散这种药特别有用，还有那个就是当归四逆汤什么的，现在你真的到医院去你几乎看不到医生开这种药了。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一定要知道五级散，咱们有这么多好的，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越橘丸，它是除郁症的，郁在那儿的，这气郁症，你这气郁气急其实差不多。你要说你那气郁症，我用这五级散行不行？一样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都是它就是宽胸理气的嘛。只要我们知道有这个药就可以用，灵活活血活用，一定要灵活。这个是五级散。然后解表宫里剂，刚才我们是解表温里剂，对吧？哦，这个应该是二啊。第一个是解表温里剂，第二个是解表宫里剂。所以解表宫里剂有什么呢？适用于外有表邪，里有实疾之症，然后症见恶寒发热、腹满、便秘、舌红苔黄。代表方为大柴胡汤和防风通圣散。这个大柴胡汤，大柴胡就是柴胡、黄芩什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柴胡，小柴胡汤是专门解少阳的，对吧？大柴胡汤也是一样，肝胆经的问题用大柴胡汤。但是大柴胡汤有什么用呢？它有攻的作用，它有内泄热结的作用，然后主治少阳阳明合并，这个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这个是少阳症，对吧？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就肝胆症，就是这个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这个小柴胡汤也有。小柴胡汤就是默默不欲饮食，小柴胡汤就是我不想吃东西。但是大柴胡汤呢，有呕不止、口臭、泛酸、呕不止。所以上次我有一次听黄黄老师讲座，专门讲大柴胡汤的用，他大柴胡汤用特别多，什么退烧了，就感冒发烧退烧了，还有什么反酸了，胃反酸了。呕腻了他都可以用大柴胡汤，这个效果真的很好。然后郁郁微烦，你小柴胡是默默不欲饮食，大柴胡汤已经到郁郁微烦了，就心里面已经开始烦躁了，比较郁闷了，心下痞硬或心下急痛，大便不解或邪热下痢。他这个地方什么叫阳明病啊？阳明病其实就是
这个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就胃腑已经有问题了，就胃腑有热症了。所以呢，你要用大柴胡汤，临床可多用于胆石症、胆囊炎、胰腺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并不是说大柴胡汤就治胆石症、胆囊炎，只不过是你胆囊炎发作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这个痛啊，你痛症啊，胆囊炎我还真没有，胆囊炎发病的时候什么症状我还不是很清楚，反正我知道肯定有腹痛症状，然后呢肯定有呕吐的症状，然后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是一样，它都是有反的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所以你用大柴胡汤都行，只要你有往上翻的这个，像包括口臭、泛酸，这个肯定就不用说了，你用大柴胡汤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大柴胡汤里面柴胡理气的，对吧？柴胡这个梳理肝胆之气的，黄芩清热的。半夏是降胃气的，芍药是这个缓急止痛的。现在我已经听好多医生都把芍药直接就也不讲芍药入什么经啊，什么柔肝啊什么的，就直接就说止痛药，就芍药有止痛的作用，好多痛症里面就直接加上芍药，反正它就是因为芍药有缓急止痛的作用。然后枳实是除急滞的，这个大黄呢，大黄和这个芍药配合在一起呢，它可以缓解这个腹中的痛，然后大黄还有可以泻下的作用，然后把这个急滞泻掉。半夏就是降胃气的，和胃的，对吧？心开散结的，加了生姜，生姜是止呕的，它可以有止呕的作用。大枣就是和中的，益气和中的。所以这个药呢，你但凡看到有这种肝胆问题，然后同时有胃肠道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便秘呀什么的，你就可以用大柴胡汤，还有发烧也可以用，发烧退烧的时候可以用大柴胡汤没问题，你用小柴胡汤的时候可以，比如说你在发烧的时候有什么郁微烦了，这个心下急痛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用大柴胡汤效果就更好。这是大柴胡汤。防风通圣散，防风通圣散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防风通圣散它是表里双解的，清热的，它有疏风解表、泄热通便的作用，是表里双解，这个可以治很多很多这个表里的实症，并治什么呢？这个疮疡肿毒、肠风就是便血的一种，只因外感得知血清而色鲜，就是大便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拉很多那个血出来，多在粪前，自大肠气愤而来的便血。但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痔疮的血呢，还是这个肠风，然后还有痔漏，它也可以治痔疮，这个合并肛漏者，然后痔与漏为见于肛门内外的两种不同形状的疾患，然后呢肛门内外是有小肉凸起，那是痔，凡孔窍内生管出水不止者为漏，肛漏就是像那个老是往外漏东西，这个叫做漏的为肛漏，又名止漏。反正防风通圣散这些都能治，红鼻头也可以治，银疹就是那个身上发疹子红疹子它也能治，到时候你们就辨证主要是看什么舌红胎黄，然后呢脉数有力，这个就是里外俱实，都可以用防风通圣散。还可以治什么？急性扁桃体发炎，然后呢还可以治，就是如果是中风也可以用防风通圣散，中风那种热中风啊也可以用防风通圣散来通窍，这也是可以的。防风圣散可以治很多很多病，具体不说了啊，我们以前说过了。然后看补益剂，补益剂就是以补益药为组成，然后有补养人体的气血阴阳等作用，治疗各种虚损病症的方剂统称为补益剂。我们来看补气的，补气就是脾肺气虚之症，症见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语声低微、动则气喘、食少便溏、面色萎白、舌淡苔白、脉虚弱等，代表方为
四君子汤参苓白术丸，就是参苓白术散，就是参苓白术丸啊，补中益气汤。我们先看四君子汤，四君子汤用的非常多，就是补气的，就是补气健脾的，主治什么脾胃气虚症、气短乏力、语声低微、面色萎白、食少便溏。这个药你可以长期服用，就是也不是说这服用多少，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保健药品，你隔一段时间，像这种虚弱的人，隔一段时间就服用一次，服用一比如说7天到15天都可以，它就是补气健脾的，茯苓白术都是除湿健脾燥湿的啊，然后那个人参补气的，所以这个药其实是非常温和的。然后复方就是六君子汤，就是在里面加入了什么呢，陈皮、半夏，它有这个燥湿化痰的作用，益气健脾、燥湿化痰。如果我们老人就老是有痰，老是有痰，这种人你就可以给他用六君子汤，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和半夏，它可以有这个化痰的作用。然后正见这个食少便溏、胸脘痞闷、呕逆或者有痰湿症，就是老有吐痰，你就给他用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这个参苓白术散呢，它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莲子肉要怎么样怎么用，砂仁要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要这些药都要经过配制的，就要炮制的。所以呢，就具体的克数就不写了，你自己弄也没法弄。我们现在就买那个成药参苓白术丸就行了，这参苓白术丸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我也是学了中医以后，我才发现多少好药啊，我们以前都不会用，放在药房里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参苓白术丸就是益气健脾、渗湿止泻的，主治这个脾虚夹湿症、气短乏力、形体消瘦、这个胸脘痞闷、饮食不化、肠鸣泄泻、面色萎黄、舌质淡、苔白腻虚缓，就是有湿症，湿症的脾虚。如果这个人是因为湿症而引起的脾虚，你就直接给他吃益气那个参苓白术丸，他就是益气健脾的。或者是因为湿症老拉肚子，你看那个舌头上面那个水拉拉的，然后舌体很胖大，如有齿痕，然后还有这种拉肚子这种症状，你就给他吃参苓白术丸。我还用它来什么，经常治疗用湿气的头晕、没精神、胸闷都可以。它就是除湿健脾的，你就记得它是除湿健脾的，只要是因为湿气、脾气虚引起的，不管什么症状它都能治，它都能治。所以不要，千万不要拘泥于是不是一定要，哎呀，我这个胸脘这个痞闷是不是一定要饮食不化，是不是要拉肚，不一定。只要是湿引起的脾虚，你都可以治这个参苓白术丸啊。第三个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我们就不说了，补中益气汤我把克数也给你们，你们可以自己熬，也可以直接买补中益气丸。记得补中益气丸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呢？就是早上9点到11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补脾气最好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吃补中益气丸，双倍吃，吃一次都没关系，也比你早中晚吃好。补中益气丸就是9点到11点双倍吃，这个补中气效果特别好，它补中益气、生阳举陷，它治三种，脾胃气虚可以治。这个脾胃气虚肯定是中气不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中气下陷，就胃下垂、什么子宫脱垂、脱肛，这些都是中气下陷的病，补中益气汤也可以治。然后第三个是气虚发热，很多人气虚他还生热，气乏短利，他其实是气虚，气为什么虚啊？津液少，对吧？津液少就会内热，然后呢生热自汗，然后可喜热饮，气短乏力，然后舌淡脉虚大无力，脉虚大无力，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用补中益气汤，然后来补他的气。所以你们记得上午9点到11点钟吃，效果很好。玉屏风散，这玉屏风散什么人吃呢？就是特别气虚的人，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人，然后呢他就等于像什么，就人体的屏风没有了，一点
这个抵抗力都没有了，还也容易冒虚汗，这种人就要吃玉屏风散，他就表虚自汗，汗出恶风，面色惨白，这种人特别容易感冒，因为他不停的在流汗，他流汗的那个毛孔都是张开的，毛孔一张开，寒邪特别容易进来，寒邪、风邪都特别容易进来，所以呢，他这种人就属于那种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咳嗽，叫做凑理不顾，易于感冒。这样的人你就给他用玉屏风散，玉屏风散就是防风、黄芪、白术，就这三样。你有那个有现在有中成药卖，叫玉屏风口服液，好像是。如果是家里面有特别容易感冒的老人和孩子，你就给他用这个。参麦散，参麦散就是参麦饮了，有的地方用人参，有的用党参，有的用红参都行。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生津的，补气的。因为这个参麦饮，它就是益气生津、敛阴止汗用的，主治湿热、暑热、伤气、耗阴症。这个跑那个马拉松以后，我能不能用这个参麦饮补充一下？太可以了，你就气阴两虚嘛，只要是气阴两虚的症，你用参麦饮都可以。汗多、神疲、体倦、乏力，不是我们中暑以后，夏天流很多汗以后，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汗流多了之后体倦乏力、气短懒言，然后口干舌燥？还有呢，它可以用于肺虚、气阴两虚症，就是肺阴虚，然后呢干咳少痰，就这种人就是已经咳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肺啊气阴两虚了，它不仅仅是肺阴虚，它气也虚了，咳的时间太长了，干咳少痰，短气自汗，你这时候用参麦饮效果也非常好，就五味子有收敛的作用，可以止咳，麦冬滋阴生津的，这个人参是补气的。你看很多中药是不是配比真的很精彩，只是那么三五味药，这个搭出来之后就非常美吧，什么都有了，含义都在里面了吧。并不是说中药一定要味数多，这个功能才广，其实治病一定要治到根儿上。然后补血，刚才那是补气的，我们先来补血。补血的就是症见面色无华，头晕目眩，然后唇爪不容，就没有血色，失眠心悸，舌质淡，对吧，脉细，然后月经不调，量少色淡，或者是闭经不行，就是血有时候没血你也会闭经，知道吧。代表方为四物汤、当归补血汤、归脾汤。这个四物汤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黄、水煎服，它的作用就是补血和血，它是营血虚滞症，头晕目眩就是补血的，然后心悸失眠、月经不调、闭经不行。如果你发现这个人闭经了，他在他不应该有的年龄闭经了，或者是月经特别少，但是他是你看一下他月经特别少，不是因为淤血，而是因为他舌头特别淡白，脸色也很苍白，没有什么颜色，然后嘴唇发淡，这种人可能是因为有血虚引起的，你这时候就可以给他用四物汤。桃红四物汤呢，就加了一点桃仁、红花，它就有养血活血的作用了。这个桃仁是这个活血化瘀的，红花也是，所以它有养血活血的作用。就是你这个人不但血虚，还有血瘀症，就是症见妇女经期超前，或者是血多有块、色紫稠黏，那个稠黏腹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他用桃红四物汤。桃红四物汤其实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它有养血的作用在里面，它有养血的作用在里面啊。桃红四物汤，当归补血汤，这个当归补血汤呢，它就是两味药，黄芪和当归，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当归，这个黄芪当归真的是太直接了吧？那个直达患处，那个叫什么？直接进入主题了，补气生血，主治血虚发热症，
肌热面红，烦可欲饮，脉红大而虚，重按无力，抑制妇人经期产后血虚发热头痛，或疮疡溃后久不愈合者。他其实久不愈合者，刚才我们有个同学说他那个皮肤老是不能愈合，我说用珍珠粉，如果你发现你还有其他的这种气血虚的症状的话，你如果是气血虚，这个伤口不能愈合的话，你就要用黄芪和当归，然后煮水喝。黄芪和当归是补气血的，因为你这个气血充足了之后，你才能生肌呀，你的肌肉才能长起来。你肌肉是怎么长的？就是气血啊，没有气血你怎么长肉呢？所以呢，你如果发现你的创口老是不愈合，是有你有这个气血虚的症状的话，你就用当归补血汤，用黄芪和当归。黄芪你要是怕喝多了之后有上火，你把黄芪减为15克也可以，15到20克也可以，因为我怕你有这个秋燥啊，有上火的症状，你可以稍微减少一点。但是黄芪呢，就有敛疮的作用，这个黄芪本身就有敛疮的作用。再来看归脾汤，这归脾汤呢，相当于就是归脾丸，也是做起来很麻烦。然后我们就不说了，它这个里面很多药都要特别炮制的，就不说了。然后你去外面买归脾丸，这个归脾丸作用就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它主治心脾气血两虚症，心脾气血两虚症，然后有心悸、怔忡啊、健忘、失眠、气短、乏力，这个是心脾气血两虚的症状。第二就是脾不统血。就我们之前讲过的崩漏，妇女崩漏或者是月经超前或者量很多色淡，这都是脾不统血症。便血、尿血都有可能是脾不统血，你这时候都可以用归脾丸。这个归脾丸也是一样，脾经什么时候运行啊？也是早上9点到11点。所以呢，归脾丸你早上九到十一点吃，效果会更好，双倍吃效果会更好。这个归脾丸啊，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然后气血双补，就是气血两虚了，然后渐渐面色无华、头晕目眩、心悸怔忡，然后食少倦怠、少气懒言，气血两虚的。我们看八珍汤，八珍汤。那个我用的也比较多，八珍汤就是这个四君子汤加了四物汤，就是补气血的，特别简单。然后加上生姜、大枣呢，就更利于补中，然后味道也比较好啊。这个益气补血的，气血两虚症，面色萎白无华、头晕目眩、四肢倦怠、气短懒言、心悸症状什么，反正就是气虚加血虚，你就用八珍汤。八珍汤这个就是四君子汤加上四物汤，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那个补益剂。这个八珍汤我用的很多，我看到气血虚的人，我一般都会用八珍汤。然后这个补阴性剂就是阴精不足，渐渐形体消瘦，头晕耳鸣、盗汗、口干咽燥，对吧？舌红苔少，这个就是最那个就是肾阴虚啊，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肾阴虚，所以就用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这个药我们也不用讲了吧，这是一个千古名药，专门滋补肾阴的。这里面每一味药都是这个配比的就特别好。这个六味地黄丸我们不说了啊，这个因为我看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大概就再把后面的再稍微再过多一点，把这个补益剂讲完。这个左归丸呢，左归丸我要讲一下，就是什么呢？左归丸也是补阴的，补肾阴的。但是左归丸我更喜欢用，我感觉左归丸的效果至少比现在的成药六味地黄丸，就是我们现在买的那种普通的六味地黄丸效果要好一些。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普通六味地黄丸效果真的很差。然后它左归丸，它就有什么从阴中养养阴啊，从阳中引阴的这个作用。它是张鼎岳写的，张鼎岳创立的这个方子，
这个熟地就是滋补肾阴的，益精髓的。这个山茱萸呢是滋补肝肾的，还可以固这个养精气的，滋补肾精。山药是补益这个脾阴的，对吧？补脾的，益阴的。这个龟板胶它有滋阴补髓的作用，龟板胶有滋阴补髓。这个鹿角胶是温补肾阳的，我刚才讲的就想讲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药啊，它有从阳中引阴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这个张景岳就认为，要补阴不能单纯补阴，还要补一点阳，因为阴阳互生，要补阳也不能单纯补阳，要补点阴。所以它的右归丸和左归丸都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虽然其他药都是滋补阴的，滋补肾阴的，补髓的，像菟丝子啊也是滋补肝肾阴的。它这个枸杞子有补精血的作用，也是滋补肝阴的。但是它这个用了鹿角胶，就是从阳中求阴，然后功用就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真阴不足症。其实治的跟那个六味地黄丸是一样的，治的这个病啊是跟六味地黄丸一样。我们再看这个益胃汤，益胃汤里面这个是养阴益胃的，专门治疗什么呢？胃阴虚，它这个更直接一点，直接治疗胃阴虚，叫做益胃汤。然后有沙参、麦冬、冰糖、细生地、玉竹，然后炒，然后4.5克啊。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细生地、麦冬，它都是性寒的，它有养阴清热的作用，还可以生津润燥，对吧？这个北沙参、玉竹呢，它有养阴生津的作用，它可以帮助这个生地和麦冬养胃阴。冰糖是濡养肺胃的，它还可以调和诸药。所以这几个药加在一起，它就是滋补胃阴，非常准确的击打这个患处啊，直击患处，就是滋补胃阴的。然后正见饥不欲食，什么叫饥不欲食啊？就是我很饿，但是我又不想吃东西，哎，我是挺饿的，但是我没什么胃口。口干舌燥，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脉细数，多半是什么？慢性胃炎，很多慢性胃炎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就他是饿，他没错，他到点就饿了，但是他不想吃东西。好多慢性胃炎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你看，如果他是，你辨证一下，如果他是舌红少津，还有口干舌燥等症状的话，你就可以给他用这个益胃汤。这个益胃汤里面这几样东西也非常安全啊。你稍微给他少少服用一下，比如说少少服用一些，比如说7天，你看一下效果，他如果有效的话，就说明对症了。这是益胃汤。然后补阳剂，补阳剂呢就是阳虚，阳虚就是肾阳虚，对吧？一般以补肾阳虚为主。肾气丸这个就不说了，也说过很多次了。这个加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加了桂附，加了桂枝和附子，你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叫做桂附地黄丸，也有那个金匮肾气丸，组方好像也差不多，反正就这个意思，都是滋补肾阳的，化生肾气，可以治很多病。很多人不是，我刚才有前面有个同学问我说，哎，我除痰湿，我怎么除了半天我的痰湿也没消啊？就是因为你应该再什么，再加一点肾气丸吃，因为你的痰湿除了之后，你这个如果你是因为寒症而导致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你把湿气除了之后，你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啊，你这边除湿那边还在攒着呢。所以你加一点肾气丸有温阳化湿的作用，它可以就什么治痰饮、水肿、消咳、脚气、转包，就是我写了，就是因为怀孕嘛，压迫膀胱。就是说你这个肾气丸，你不一定非要说我气虚，我肾虚要用，你要配合起来用，我光除湿不行啊，我还要再加点这个温阳化湿的，补肾阳的，就是防止湿气再次发生，这才有用。所以我让你吃一点肾气丸，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右归丸和左归丸是相对应的，对吧？左归丸是补阴的，这个右归丸就是补阳的，它的是温补肾阳，然后填精益髓，
它这里面就有也有地黄、附子、当归这些肉桂这些比较热药，然后呢，同时也有一些滋阴的药，然后那个枸杞子啊、杜仲啊，它就是滋补阴的肾阴肝肾两阴的药。它这个就是从阴中引阳，然后肾阳不足，命门火衰症。我已经开始气虚了，讲话已经开始讲不清楚了。就连续讲两个小时，我已经开始气虚了。年老或者久病气衰神疲，畏寒肢冷，腰膝软弱，反正就是阳虚症。阳虚症你用肾气丸也可以，用右归丸也可以，是一样的。但右归丸它的含义就有从阴中有引阳的这个作用。阴阳病补剂就是阴阳都虚，症见头晕目眩啊，腰膝酸软，阳痿遗精，就是说。你不但有阴虚的症状，你还有阳虚的症状。其实任何阴虚的结果都是阴阳双虚，任何阳虚的结果都是阴阳双虚，因为不是阴阳互生吗？你阴虚了以后，你肾阳力量肯定弱了，长期以往的话，肯定是阴阳双虚，阳虚也是一样。然后这个地黄银子呢，就是治疗阴阳双虚的，它不但滋肾阴，还补肾阳，开窍化痰。这个暗匪是这个阴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舌强不能言，就是讲话就不能讲话，足肺不能用，就是脚不能用，口干不欲饮，就是虽然那个口很渴，不想喝水，然后足冷，面赤，脉沉细弱。这个是什么？阴阳两虚的症状，就是上面不能讲话，下面脚不能走路。为什么不能上面不能讲话？因为肾精啊，它这个是阴阳双虚了以后，肾精肯定就少，对吧？肾精不能滋养于舌，因为肾精不是上通于舌吗？到舌根，这个肾精不能上融于舌，所以这个舌头呢就不能讲话。这个肾阳不足，水湿内停，就会有痰浊于心窍，也会导致这个舌头不好讲话。因为心开窍于舌，你痰浊阻于心窍以后，舌头也不会讲话。为什么足不能用呢？你肾虚，肾足骨，你肾虚了以后，你就会骨萎，或者说什么，就骨头就是软了，硬度不够了，你这时候就不能走路，就没法走了，就老是腿软，然后阴虚内热嘛，你肯定会口渴，对吧？然后还会有虚火上浮，你就会脸红，但是呢下面又很冷，阳虚，所以你会有下面很冷足冷的这种症状。所以阴阳两虚，你就可以用地黄银子。你并不是说我非要舌头不能讲话，脚不能用，我才能用。你只要是有这种阴阳双虚的这种症状，你都可以用阴阳双虚的症状，你都可以用，叫地黄银子。这里面我们大概说一下吧，这个肉苁蓉八戟天是温养肾阳的，八戟天肉苁蓉是温养肾阳的，然后附子肉桂是这个温补肾阳助元气的吧，这个不用讲了啊。这个肉桂还有引火归元的作用，这个肉桂还引火下行，引火归元的这个作用。麦冬五味石斛它是滋阴的，它不是滋补肾阴吗？麦冬五味子石斛都是滋补肾阴的。然后这个石菖蒲远志茯苓它是交通心肾开窍化痰的，石菖蒲好多人那个中风以后都会用到石菖蒲这个药，远志茯苓都是交通心肾开窍化痰用的。然后呢你放了一点点薄荷，这个薄荷是干嘛用的呢？这个薄荷就是有这个清心疏散的这个作用，清心疏散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没有薄荷，就是一般是用你在煮这个药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药里面加两片，加两克薄荷，加点薄荷在里面，它可以帮你这个把这个药啊，帮你把这个药就是疏散开来，帮你把这个药疏散开来，开窍用的，放点薄荷。这是地黄银子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滋补阴阳双虚的。
然后这个七宝美髯丹，这个七宝美髯丹其实也是滋补阴阳双虚的，但是它有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须发早白、脱发、牙齿动摇、这个腰膝酸软，主要是脱发和须发早白。现在这个七宝美髯丹啊，它这个要做的话非常难做，要做的话非常难做。比如说这个这个赤白何首乌，要怎么样，什么去皮，还要用这个黑豆什么淘洗，然后再用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反正你自己是肯定做不出来的，它都要有炮制过程的。但这七宝美髯丹好像有中成药卖，市面上很少见，我不知道你们在网上，你到同仁堂的旗舰店看看有没有这种七宝美髯丹，它的作用就是补益肝肾、乌发壮骨的。肝肾不足症、须发早白、脱发、牙齿动摇，老人可不可以用啊？可以啊，你它有乌发壮骨的作用。你说我老人这个腰膝酸软，我能不能用啊？可以用啊，不是说七宝美髯丹我非得长胡子长头发，不长胡子长头发我就不能用。它其实本身的作用是阴阳双补的，阴阳双补，补益肝肾、乌发壮骨的作用。最后讲这个啊，就是气血阴阳并补剂，前面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最后来一个大总管，大总管就是气血阴阳全给你补了。这个药是什么药呢？这个气血阴阳这个药就是炙甘草汤，它这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它有滋阴养血、益气温阳、复脉定剂。所以你看啊，这个脉结带心动剂，这个就是比如说心脏病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归根结底它其实是一个阴阳气血都不足的一个症状，所以你到最后就会有这种心脏病。其实心脏病是一个，就是一个综合体。然后炙甘草汤，这炙甘草汤有滋阴养血、益气温阳、复脉定剂的作用。它一个方面呢，可以滋补阴血不足、阳气衰这个虚弱症，比如说脉结带心动剂、虚雷少气、舌光少苔或舌干而瘦小者，就阴血不足、阳气虚弱，它可以治。它还可以治虚劳肺痿，就咳嗽涎唾比较多、形瘦气短、虚烦不眠、自汗盗汗，它可以治。所以这个炙甘草汤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很广，千万不要仅仅局限于我只治这个心脏病，那个叫什么，叫做西医里面那个心脏病叫什么的，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它的症状就是脉结带、心动悸，就不只是治这个病，这个炙甘草汤。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大手术之后，他那个把子宫全部切除了，然后手术特别大，他最后的症状就是什么？就是虚雷少气，然后还有便秘。他能不能用炙甘草汤啊？他当然可以用了，这里面火麻仁呢，还有包括这个生地黄都是滋阴的，可以通便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就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炙甘草汤一定要用米酒或者是黄酒，一定要用米酒或者黄酒来煮，以水1500毫升，就是以跟水以3:1的这个来煮这个药，它一定要加一点酒，这个酒相当于是药引子一样。相当于是药引子。而且呢，它这个酒啊，还有这个温通血脉的作用。它酒还可以温通血脉，不是喝了酒之后人这个血就热了吗？热血沸腾。它这个酒还有这个温通血脉的作用，可以帮助这个药性更好的发挥。所以一定要用酒来这个熬药，就是炙甘草汤。最后讲完这个就不讲了啊，就是补天大灶丸。这个补天大灶丸就是我刚刚讲的一把抓，什么气血阴阳都治，
这个补天大枣丸。这个补天大枣丸的制法也非常非常复杂，现在的中成药我查了一下，只有大枣丸了，没有补天这么可怕，讲的这么玄乎啊。补天大枣丸现在只有大枣丸，这个大枣丸的功用就是补五脏的虚损，刚才那个是补气血阴阳对吧，它这个功用是补五脏，就是只要你五脏有虚劳都可以用。它是气短乏力，食少神疲，心悸失眠，腰膝酸软，头晕目眩，反正你心肝脾肺肾，你这五脏只要是有这种虚劳症，只要是有这种虚症，你都可以用这个大枣丸。这个大枣丸现在也是只有中成药卖了啊，你们可以查一下同仁堂有没有，其他地方找做的你们就不要用了，因为我也没有用过，不知道什么药好。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哇，好累啊！后面讲安神剂，安神剂我们下一次课再讲。我们刚刚把补益剂讲完，我后面讲的有点快，你们呢回去以后自己稍微复习一下，这些药都非常有用。其实我完全可以少给你们讲一点药，我之所以给你们讲这么多药，就是因为我觉得每副药都好有用，你们一定要了解。你们可以不用，但是你们要了解，知道咱们有这个药，下次万一遇到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好，那就这么说啊，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这个同学说一节课不要填那么多，人要填死了，你这样讲话很伤我的心啊。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讲那么多，我又没有必要讲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这些药真的很好，我真的很想分享给你们。如果我可以讲少一点啊，我完全可以讲少一点，我早早给你们下课我不是也很好吗，就是因为就是想让你们多知道一些，让你们觉得这个课是有价值的，知道吧，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要填鸭给你们。我知道同学们也很辛苦啊，我也知道同学们也很辛苦，你们呢回去以后如果没有时间短时间看放在那儿，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多看一看，有空的时候多看一看，对自己一定有好处。你们不是说很多事情就很迷糊吗？这一定有个过程，慢慢的迷糊就会过去啊。我也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讲课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也谢谢你们。但是请相信我是为了你们更好。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吃桂枝茯苓丸啊，它有活血化瘀的这个除破结质的作用。如果是银屑病有人就是答疑的时候问，如果不用泻心汤的话，你可以给他用清银汤试试看，你可以给他用清银汤试试看啊。好，今天我真的觉得很累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吗？哎，我们有什么问题以答疑的方式啊，答疑的方式，好，就这样啊，我们先讲到这儿。你们有什么问题真的你问诊可以，只要讲到十问的话，个别你们真的很困难的话，把问以书面形式提交上来没问题，知道吗？好，就这样，晚安，大家辛苦，谢谢大家，晚安，拜拜。